我叫张智霖，我的职业是演员。是张智霖啊？什么斯文应该挺怕的吧？什么斯文？装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梁汉文，我是歌手。你信我首歌，首歌，掌声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征。职业是制作人。有一天回家路上呢，无意中看了眼自己的仪表盘，当时那个车的指针正好指向了70迈，多70迈，就这样，这个词就是回家15分钟就完成了。我是海泉，我是个音乐人。同时我也是有主持人从业资格证的。我们所有人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再加两个字，加两个字啊。当然同时我也是一个创业者，这是我参与投资的。哎，你们怎么是这么了解我，知道我有投资奶茶？我的偶像，我的偶像。他们更厉害。哎，有有先跟你一起合作过吗？我们有一起参加过这个台有叫 Singer 的节目的第一季。对，第一季。It's a big mix of people, right? Yeah, 有很多制作人，有很多 different category. Rocker 和嘻哈。This two is martial art. Oh, wow. Don't mess with this guy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志炫，我是一名歌手，今年55岁，入行30周年了。炫哥就是膜拜，他的嗓子、容颜、状态，这就是神级的存在。我觉得他是高不可攀的人物。哇！我们会看到炫哥在舞台上跳舞吗？不会。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，你要我拿出东西来，他就得是很好的，尽其所有，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台下或者是荧光幕前的观众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想，今年29岁，我是一名舞者，我从4岁起学习舞蹈。没有第二个舞台可以让我这样如此光明正大、光明磊落的去又唱又跳。我现在随便上一个舞台又唱又跳，很多人会说我不务正业的。那我来到这里，大家会不会说我不务正业？不会，我是来突破的，我是来学习的。林志炫哥哥，我其实也很想跟他合作，他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歌神。林老师，我觉得他不单是一个歌手了，他是一个演唱家。志炫哥肯定是我想要合作的人，只要一开口就能征服所有人的人，谁不想要呢？我想把各有所长的哥哥们聚在一起，呈现打造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出，各展所长。有空的话能不能我一起听一些音乐？好啊，当然很好。对，我想就是跟你分享。好呀，我也很想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好呀好呀好呀，好，我们喜欢。春哥，哎呀，哦，哦哦哦哦，谢谢我，啊，Hello， 谢谢我，我小红，太开心了，这个男友啊，一会儿我们回去已经小熟，有一些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晓东，已经是50岁的小哥哥。我是谢天华，54岁，我的职业是演员、歌手。我是小小春，今年50出头，我的职业歌手，一名演员。我
本身也是团队出生的，我们也叫叫风火海。我属于火，而谢天华是属于海。因为当时风火海要参加一个香港的一个活动唱歌了，我们算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活动，哎呀很厉害啊，我们终于有机会表演了，我们成团成那么久啊。接个电话说不行啊，他们不想用你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说你们形象不好啊。古惑仔啊，好，拜拜。然后呢，我们专辑卖的也没有很好，所以就没办法就要解散了。我争取每天练习，争取每天训练半小时。半小时，我一小时，我一小时。我争取每天训练半小时，这是一个随时可能大哭的神奇地方。我预计我会哭 N 次。喂，请问小春哥 ，N 次是几次？狗哥小时候也肯定看《古惑仔》吧，狗哥？当然啊。大家好，各位哥哥好，各位哥哥好，好，哇，小白，来，飞哥，一辆冷清，Hello， 喂，你好，我是李承铉。小春哥你好，我是刘佳，舞蹈演员。小春哥，进去那刹那就紧张，尴尬哟。每一个人就春哥这个握手，这个感觉是不要这么客气，就很怕那种，这个叫什么？什么恐惧症啊？本来有点社交恐惧症，我也是啊，无所谓啊，我也是啊，我很尴尬，都是。我很喜欢去跟比我大的一些人交流。我现在30岁的身体，我如果提前达到50岁的智慧，那是一件多帅的事儿。太多就是从小看着的偶像，从小被你帅大的，千万不要这样。道明寺突然在你面前，春哥突然在你面前。别想竞争不竞，这个在后面再说吧。我现在必须得先享受我见到哥哥们的快乐。哥，我叫什么？尴尬。汉语。下巴哥，我帮你复习复习吧，汉语。对，我现在要开始记名字哈。你说汉语啊。那边那个 hiphop man。可能还真的要一个名牌挂在这儿。对啊，我提议每一个要大的名牌在这里。我感觉我名字都没记住，估计得慢慢记了。对，得慢慢记。可能有的人名字到没记住的时候，他也离开了。啊，不会吧？有可能。那太多人名字，我其实我真的记性不好。你有记得李承铉有主动来找你搭话？谁啊？李承铉。哦，但我不记得，对不起，对，我的自己问题，对不对？李什么？李承铉。李承铉，什么铉啊？对不起啊。李承铉。李承铉，李哲峰的，不，李承铉 ，OK。